你们能看我这款年纪哦，我这回骑单车环岛，我拢一路遥遥领先，对方的大学生、甲教授，大家学到甲会得志哦。啊，回去了后，搁电子书稿学到讲，我的人真正有坚持，伊也学到咱台湾的精神。机会嘛是要留予准备的人。以我这种年纪，阁有法度甲大学生二十几岁啊斗阵骑铁马运动，看看敢若我上济，但是我就有一股不服输那种勇气啊！我现在除了任务之外，还阁家己挑战家己。那款六月天是热个，实在一般的走路都很累啦。但是我感觉讲，我昨天嘛，今日是空大排出来的任务，我一定要有这个任务哈，要去完成。像咧爬山的时阵，我嘛感觉讲，我不能放弃。伫迄个宜兰要骑转来新店，迄、那个九弯十八弯，那个都是很陡峭的路，但是我嘛感觉讲，我一定要坚持，一步一步踏，一定会达到你的目标的。颁发证书的时阵，我感动的快要掉下眼泪。昨天嘛，终于完成我人生骑单车的壮举，这是我的荣耀，这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一个大事情。感谢我们空大给我这个机会，让我人生圆这个梦。空大将骑团赞。